你知道吗？你总是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文档扫描仪在你的口袋里，与口袋扫描仪相遇，一个革命性的应用程序，让你使用智能手机扫描、签署并分享文件。你知道你的电视保修单放在哪里吗？使用口袋扫描仪可以扫描并永远把所有的保修单和收据保存在你的口袋里。遗失护照将会毁掉你的假期，使用口袋扫描仪可保存你的护照、优惠券及所有重要旅行文件副本。扫描你最喜欢的杂志文章和烹饪食谱，并永远不会忘记你如何烘焙那些味道超棒的松饼。与你的同学一起分享你的学校试卷和家庭作业，将你所有的手册和说明书放在同一个地方。更多的，你可以使用口袋扫描仪扫描公司收据和合同，甚至可以直接在你的智能手机上签字盖章，是不是很神奇？我们非常努力的全力的完善这个应用程序，请至少尝试扫描一份文件，你就会知道你有多喜欢它。谢谢。